新北市第13届金彩奖在今天晚间登场。为了鼓励有线电视业者持续深耕地方，金彩奖是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为有线电视业者所创办的专属奖项。希望透过支持，让从业人员继续透过镜头跟节目，让大众看见新北之美。大新店地方新闻，大新店民族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，恭喜！紧张颁出奖项，现场开心欢呼。新北市第13届金彩奖一号晚间热闹隆重登场。不管我们怎样的全球思考、全国思考，最后拢要来在地把它落实跟实践。在地优质新闻与节目需要政府持续支持。金彩奖就是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为有线电视业界所创办的专属奖项，希望鼓励业者深耕地方，透过节目与报道丰富大众视听。这是我们的水准，跟电视里面的所有节目、广告、戏剧几乎都是水准非常的高。所以当不好评的时候，评审的压力就很大。奖项评审强调，有线电视自制节目除了可以更深入地方之外，在设定议题与取材都能看见巧思与独特魅力，深刻记录下新北的人文与风貌。希望未来透过各界的支持努力，能够不断制作出优质内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